怀了皇上的骨肉，果然与众不同啊！连御园也定时不许人进入。我去看看，到底有什么好风景。 春华，参见陈妃娘娘。免礼，谢娘娘。昨日本宫听过你奏乐，觉得甚为有趣，所以今天特地传召你过来教教本宫好吗？陈妃娘娘喜欢，春华自当倾囊而授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来，每个杯子装不同分量的水，就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。嗯，您听。 我再敲一遍给娘娘听。好，请陈妃娘娘一试。好，先敲这里。 曲是这样敲的，来，娘娘，好，对，再来。 就是这样，娘娘试一下。